为了庆祝农历新年，嘉联医疗网在位于阿罕布拉市的嘉联奇英会员专属活动中心举办了两场温馨又充满年节气氛的农历新年迎春聚餐。两天两场，长辈们齐聚一堂，坐满大会场，度过了一个南加州最具年味人情味的新年迎春餐会。来看记者的报道。嘉联医疗网奇英活动中心会场布置了新春传统装饰，播放贺年的欢乐音乐，会员们互道新年好，长辈们共享美食，享受新年围炉的喜悦，现场一片喜气洋洋。今天嘉联医疗网呢，我们在嘉联医疗网的奇英活动中心举办了两天的这个迎春的活动，那最主要呢，就是让我们的长辈们能够感受到，在美国，在洛杉矶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中国新年的这种气息。Great celebration today. We're celebrating, of course, the coming of the year of the snake. We have some student performances with dances and sing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delicious lunch, lots of wonderful raffle prizes. Just a joyful, joyful day.新年餐会有一系列迎春纳福的趣味游戏，让长辈们感受过年的欢乐，更有专业的表演人员为大家献唱与舞蹈表演，会员同乐等娱乐节目，以及最受欢迎几乎通通有奖的抽奖赠送等等。那嘉联医疗网呢，这个奇英活动中心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课程都是给我们的长辈朋友们的，比如说像是有长辈的这个电脑班啦，编织班啦，这个跳舞班啦，这些都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活动，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长辈朋友们提供他们生活上的品质。这样一个会员大团圆迎春庆贺的活动，让长辈们感受团圆的温馨，更感动嘉联医疗网对他们的温情与关怀。国际卫视记者刘奇慧，阿罕布拉市采访报道。